杜鑫生产的检测通常检测哪些内容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，表面质量的检测，检查镀层表面是否平整，是否存在气泡、裂纹等缺陷。第二个，镀层厚度的检测，测量镀层厚度以确保符合标准。第三个，化学成分的检测，检测镀层中的元素含量和化学组成，以确保镀层的质量。最后一个，抗腐蚀性能的检测，通过试验检测镀层的抗腐蚀性能，来确保镀层的质量。